最后一个问题问四个女生，就是你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婚礼？那我首先的话就是，对于家长来说，肯定首先要有一个传统的婚礼来宴请大家。然后，当我自己私下是想进行一场旅行婚礼。我想要的是一个户外的小型婚礼，只有我的亲朋好友，就是人数要少，不是那种摆很多酒席的。因为我们那边啊，是女方出嫁在中午，男方结婚在晚上。比如说，女方出嫁是中午办的酒，然后下午呢还有一个小的仪式的，我希望是一个草坪婚礼，可以比如说找一些我的朋友、你的朋友，大家一起见证一下，年轻人嘛。晚上的话就是两方家人嘛坐在一起，一个传统的婚礼。六号，我比较喜欢旅行婚礼，比如说可以一起去跳伞啊，可以一起去冲浪啊，打球啊，一直在一个玩然后旅行中度过。